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久等了。是不是很多媒体找上来了？有没有影响你创作？什么时候回家？现在。赶紧换身衣服去小酒馆，林姐和丹姐已经在路上了。他们也去啊？那你呢？大概15分钟吧，要去接你吗？不用。 一会儿见。简单一点，随意点，不要太刻意。 恭喜你啊，事业爱情双丰收！来，走一个。别走，等人齐了再走。他什么情况啊？15分钟，这就快半小时了。你扰得太磨叽了。我还是去接一下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久等了。 请问您是刚走完红毯吗？还是正要去走红毯呢？哎，现在好歹也是有点知名度的人了嘛，这出门还是要注意一点，万一要是被拍了呢？当然我也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我是为了他的面子。这面子未免也太大了，谢谢你。哇，小心点，我的头发别碰着。哎呦，可爱死了，你这小舅舅。 算了，看看。啊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啊，年轻帅气不是你的错，但给身边的人带来这么大的压力，你就真的是你的不对了。哎呀，我都说了嘛，我是怕被拍。啊，对，你是那个林什么林燕是吧？哎呀，那跟你合个影吗？ 松松，他你俩胖来了啊！哎呦，终于官宣了，我在网上看你们那个，哎呦，我早就知道，你不是一般人。那个，我能跟你俩合个影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快去。没事，我让别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帮我们拍个照片。 哎，等一下，行了吗？行了吗？再来两张。这世界很酷。